南港工业区服务中心、南投县工业区以及南港厂商协进会，今仔日伫南港会场举办新春团拜联谊活动。关注人民群也特别来到现场，祝福大家伫个新的一年拢会当更加顺利。另外，馆长也提出一日一休对着产业的冲击，呼吁中央爱好好重视企业甲劳工的生活。精彩表演，替南港工业区服务中心、南投县工业会以及南港厂商协进会新春团拜活动闹热开场。南投县长林明进也特别到现场参与，祝福厂商生意兴旺，共同为台湾的经济繁荣努力。啊，就祈求啊，新的一年啊，鸡年啊，能够啊，给我们这些工业区的这些厂商哦，让他们的产能能够啊，都能够提高哈、啊，啊，让他们呐、啊。今年呢、啊，都这个工厂的行销产量啊，都能够顺利的来成长。今年度啊，除了跟大家说新春如意哈、啊，身体健康以外、啊，这个2017年呢、啊，这个产业啊，应该是景气啊，看起来会明显的更好一点哦。那在这个劳动法里面呢、啊，这个一例一休里面呢、啊，我希望各位厂商啊，能够遵守这个法规啊，尽量不要去违法。那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。在会中，南投县长林明进也针对新政策一例一休提出讨论，呼吁劳动部应该多多建议，在企业甲劳工双方面的权益拢要照顾到。一例一休的问题哦，也让这些劳工跟资方啊，都非常的感到哈、哦，非常不能接受啊。啊，所以我一直呼吁啊，我们中央政府啊，对这方面的也能够赶快立地哈、哦。来力求改进哈，不要让这些厂方哈，还有啊这个资方啊，大家都面临非常很不好的一个困境哈。南投县政府除了努力推动观光，也开办投资人信中心，协助厂商设厂，并推动往来产业园区、那些特色产业园区等小型工业区。另外，目前也规划在草屯镇建设17公顷的小型工业区，相信将来会当带动投资甲就业，欢迎地方的发展。记者陈信聪报道。